指的是坏女人。男生说说看，心目中的坏女友排行前几名？男生有没有来说说看，心目中的坏女友会什么样子？是心目中的糟糕的女生是什么样子？说说看啊，你们觉得？因为其实这个说说看没关系，因为其实尽量发挥。比如说我最讨厌的叫做爱八卦、爱嚼舌根这样。爱嚼这个字没有发给你们，这是第十八回，这是他前面的前几回。那、你们觉得嘞？没有人要理我。说一个，觉得什么样子的女生会让男生恨得牙痒痒？爱计较。爱计较。没错，就是很不够意思，对不对？就是哎，这个什么什么，就兄弟之间何必算这么清楚，这么不计较，斤斤计较这么多。还有什么？你们都没有交过女朋友。啊，女生呢？女生觉得最讨厌哪一种女生？我刚说了长舌，然后爱计较，还有什么？怎么有可能啊？